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是湮灭，我是破坏，我是末日。First blood。全军出击！马上3点钟啊，会抽一波小奖，兄弟们在 QQ 群97971027记得加一下，下载了这个《山海经之仙林将士》的兄弟啊，在。QQ 群里边你可以先加一下放在那里，然后晚点会抽一波奖，抽4个兄弟每人100块，3点钟，所以赶紧加一加。我为什么点了一个 E 呢？我没点 E 呀、啊，现在才1点，3点钟就抽了，现在才1点，你赶紧加。上路没人了。我扎你一刀。练耳柱，平 A， 平 A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扎一刀，三段 Q 闪，接平 A 点燃。这是我给凡人的好传送啊！来截住他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 Q 一连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走位死了，没办法，蓝枪来了。但也确实蓝枪确实也来了，蓝枪再不来他就炸了。可怕的，真惨啊，蜘蛛，嗯。别！我链儿，我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蓝枪不回来。我这上路兵不能不收啊！嗯，咱这上路兵可不能不收啊！一换一，没办法，只能跟他换。只要这副肉身还活着，我的惩戒
换了其实还好，不算血亏，因为蓝枪马上越我们的塔，我要是不换他，我还是死，他一样越我塔，给他换的还挺好。一段 Q， 一二段 Q， 链柱杀一刀，三段 Q， 走位，哎，铁四边。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我扎你一刀，链柱。平 A 铁字边套点人，一段 QE， 亚托克斯获得对英雄的20%全能吸血，好吧，对英雄的。我扎你一刀，这没扣出来，还好气呀、啊！这没扣出来，抠出来双杀了，我感觉也是抠出来双杀了。哎，我链扎扎铁字边平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三段 Q， 扎。我们应该是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来，打不了你放吗？看来你不放。哎，你们说为什么就落手这种英雄，还有剑魔这种英雄，就是他非得要整一个就是大灭，或者是大招恐惧小兵呢？
往闪现走。哇 ，Q 技一段，二段 Q， 这家伙有大招，显得有气势。这碗猴没给我留余地，直接给我抱起来了，没给我们留余地呀、啊。找到碗猴，哇 Q 一连，哇链住二段 Q， 这能没蹬回来？假。把一血塔拿了，老恐惧小兵，小兵又做错了什么？他在右边干哈呢？他 Q 一连二段链儿，和血战斧一走，一段 Q， 我感觉这来人我能双杀。装杯了，让他值点钱吧。防御塔打人有点疼啊。哼，有点装杯了，没用技能，想用平 A 把他收了，但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他有大招，我说不太对劲。玩的有点嗨了，好勾。
把红 buff 拿回来吧。为什么感觉这么卡呢？才100多 FPS 啊！先走，别着急啊！完了，扎一刀咳血战斧，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平 A， 平 A， 三段 Q， 平 A，AE， 一段 Q， 闪现走了。你们人怎么就能这么多呢？啊？出个死亡之舞吧，死亡之舞黑切九斗蛇，蟹手十五黑切九斗蛇。这卡萨丁也无敌了。我杀的机器人，我来一段 QE， 二段 Q 链柱扎一刀，三段 Q 平 A 和血战斧开大招，你很喜欢点是吧？你很喜欢点妹妹，队友在哪个区？艾欧尼亚。我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链柱三段 Q， 咳血战斧扎一刀，一回来平 A， 还点燃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三段 Q。入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链柱，一段 Q， 一走，走位，靠！我发现打着金克斯就不能跑，你就得回头干他。跑了你就没法玩，就一直追，不能跑。不应该跑的，我一段 Q 回头，二段 QE 加咳血战斧链柱扎一刀，一个 Q 死，这不能跑，怂了。好点龙 ADC 点了一下大龙，Double kill。
来跑来，往哪跑？上波让你跑了，这波还能让你跑了？跟我在这点。先把塔拆了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链住死，我扎一刀 Q 一下，平 A 和血战斧，平 A 平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扎一刀，三段 Q， 一上来扎一刀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，哎呀，这个跑啊！就杀金克斯来，喜欢勾人是吧？啊，喜欢勾人，有本事勾人，有本事别跑啊！哇，一段 QE。链儿 ，Q 一连二段 Q，Q 一连和血战斧扎一刀，耗点盐一走，闪现走回来一段 Q 走呗。我链儿你。给我勾塔里去了什么的，哎，好勾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 一走，我扎一刀，我已经杀疯了，来吧，大灭。